表妹，最近你们的恋爱也太甜了吧，也太羡慕了吧，我自闭了。哎呀，走，请你吃甜品。那我想开了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朵一，今天表妹带我来吃甜品。那你们在什么时候最喜欢吃甜品呢？我无时无刻都想吃甜品，所以没有什么时刻，没有选择，来吃。就先从我面前的这个吃起吧，它是金枝玉露，然后加雪糕，因为中间那个嘛就是雪糕，看起来也蛮漂亮的。嗯，是好吃的，它跟杨枝甘露的味道很像。想知道这个黑黑的是什么？是葡萄。然后这边就是左边的就是甜品嘛，右边的就是咸口的一些小吃，所以不管怎样都是我的。开启我今天开心的第一碗，有点来头这一碗，它的名字叫某花双皮奶，就是菊花双皮奶。夏天的时候就是应该喝点菊花茶。它上面有什么碎碎？这个菊花碎片叶子，它真的吃起来那种菊花的味道，就跟我小时候喝的菊花茶一模一样。这一股奶味儿，其实他们家奶的系列还蛮多，有什么炸鲜奶呀、啊？还有这个牛奶砖，这个牛奶砖我刚刚看第一眼的时候，我竟然觉得它是可以拿的纸巾。哦，它是软的，还有弹，上面还有椰子碎，它外面裹了椰子蓉嘛，然后里面是牛奶，就是冻成了冻糕的那种感觉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一个名字荔浦芋雪夜，哦，我看到雪夜，它里面的芋头是那种很小颗很小颗的。这个味道比较淡，就是甜味还有它的奶味都比较淡，所以这样子的应该比较适合中老年人吃。我说中老年人的我，不想吃这个，因为它我怕它待会就凉掉了。车仔面，而且还有加鱼丸，我来看看，让我来看看有多好吃。这个好吃的，它里面 XO 酱。今天有鱼丸，有粗面，鱼丸粗面。吃到最后，这个酱还酸酸的，然后咸咸的，蛮开胃的，开胃。这该死的强迫症，有什么治疗强迫症的好方法吗？来，我要来喝这碗黑黑的，你们一定无法想象，它是一碗泥土。这碗黑芝麻糊，它竟然是个冰的。它就是芝麻糊的味道，还蛮浓的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芝麻味没有特别的甜。现在马上要上一个神奇的东西，就是姜撞奶。我今天点的是一个杏仁味道的姜撞奶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杏仁嘛。但是很多朋友好像不喜欢杏仁的味道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。你们喜欢杏仁吗？杏仁跟榴莲跟折耳根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喜欢的人哇无敌喜欢，不喜欢的人，哦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沙漏漏完就能吃，这个就是给它用热水冲过之后，沙漏漏完了你就可以吃了。我把它沙漏，我把它漏正，我这该死的强迫症就非得把里面的沙给它弄正。哇，这个姜撞奶就是本身是那种辣辣的，稍微有点微微的辣的那种，奶味也很浓郁，很香。哇，这个味道也太神奇了吧！家有一些食物就是你看着它，你就知道它很好吃。然后它果然也很好吃，吃就像我一样，很下饭是吧？我最近瘦了，最近我有练拳击嘛，然后回家我弟弟就遭殃了单，不做作业，哇，再不做作业，哇，打游戏，哇。它里面的杏仁不是杏仁糖浆或者杏仁露或者杏仁的粉，它就是杏仁的颗粒，还吃起来蛮香的。哇，所以这个应该特别适合女生吃，因为女生吃姜特别好，女生吃杏仁也特别好。因为吃了杏仁，你才能幸福于人。吃到最后稍微有一点融化，还蛮香的，蛮甜的，就一口锁下去。下面吃什么呢？吃个这个，这是热的吗？赶紧吃，猜猜这是什么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猪脚，它是猪脚姜，而且我加了花椒嘛，就是花椒猪脚姜。啥？这是生姜。我感觉是那种醋腌的，有点醋味是吧？就感觉特别的开胃。下面我要吃点什么呢？吃个面前这一个吧。这一碗是蛋奶糊，炒蛋奶的话，它有那种蛋奶糊的，就是蛋的味道和奶糊的味道，吃起来就特别的舒服。好了，如果你们现在就说，朵颖永远看起来像18岁，
赶紧说大梦，不然我就不吃了。表妹好开心的，开始拿了起来。那算了，我吃完这个，我觉得我今天整个人都特别的通惠，因为我吃了核桃，吃一下这个鸡爪子，秘制酱汁鸡爪，我之前来吃过，它还蛮软的，来给你们看看。酱汁的味道进到鸡爪的肉里面，还蛮好吃的，而且中间也有那种酱汁味道。这里还有一个鸡爪是酸辣鸡爪，它的味道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的川味，比起刚刚的那个秘制鸡爪，这个酸辣鸡爪还莫名的更开胃呢，是很酸甜的。哦，这个牛奶水晶，它的名字很好听，所以我就点了它。它有点像果冻，有一点像凉粉，有点像冰粉。我这是豆花布丁加芒果，它口感很好。这一份呢，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杨枝甘露，但是有的时候杨枝甘露如果它味道不好的话，里面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感觉，像油的味道。那我们今天来鉴定一下，我加了雪燕，鉴定完毕，它没有那种我讨厌的味道，喜欢。我真的没见过谁吃的甜品要十多个勺子。生活需要有仪式感，每一针都需要有不一样的动作来吃，就这样。剩下这个嘛，这是芝士 QQ 肠，上面撒的是沙拉酱，然后那种甜甜的咸咸的口感还蛮好的。这个一口吃多，一口吃多就是你要一口吃掉。小妹，你吃得掉吗？你吃不掉，我帮你吃吧。来蘸点这种酱，炸牛奶跟我平常吃到炸牛奶不一样，它里面真的就有刚刚的那种小奶方，然后外面就是酥酥的脆脆的外酥里牛奶。最后这个是压轴的，它墨鱼肠嘛，然后黑黑的，它里面还有那种肉，蘸一下，感觉墨鱼肠还是吃它原本的味道比较好。花妹子都是做过的嘛，就可以蘸点这种辣椒。你觉得自己长得白吗？为什么突然问我这种问题？其实我觉得你挺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黑的。是，因为你看上面的肥肉都是白的。承包我的最后一口吧。其实吃完之后，我觉得我今天心情还蛮开心的。真的，甜品就有一种莫名的魔力，会让你心情开心。那我要补个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甜品咖就吃到这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